这么巧，怎么会在这里？当然是缘分了，就你自己一个人。嗯。男朋友不来陪你？我男朋友又不是我的保姆，干嘛吃东西也要人家陪啊？你自己吃这么高热量的东西，不怕胖死？我天生丽质，吃不胖。吹吧你就。 回家路上，你在哪儿啊？要不要去接你啊？不用了，我在跟于杰在一起吃东西呢，我晚一点回去找你吧，拜拜。好吧。 你俩这矛盾闹得有点太明显了。说吧，怎么了？没什么事。跟我就别装了，你开不开心我还看不出来。说吧，看我能不能帮你。其实真没什么事，就是我觉得我跟肖默的相处。 似乎不太像我想象中的样子吧？那这个问题，我可能帮不上忙，还需要你们俩自己来解决。你帮我吃东西吧。来吧。